哇，大佬，咁大隻嘅，咩嚟噶？仲有咁多黄牛，哇！我系咪翻咗日本啊？越睇越似喺日本啊！通常呢啲咁嘅情景，只有日本先至有噶哇！咦，呢首歌熟口熟面喎。七早八早就爬起身，围喺呢一张嘢，救命啊 ，Sally！ 仲有几耐啊？各位观众，呢位就系我嘅好朋友 Sally。转完一层又一层，几时先顶到啊？等咗成个几钟，足以上到第二层。睇下今日有啲咩特价先。如果你哋等得太耐，亦都觉得颈渴嘅咧。唔使擔心，當當當期嘅工作人員會一直派水俾你哋飲。等咗兩個鐘，終於俾我立到個籃啦！一入門仲有個口罩送喎、啊，兩個小時後終於入到嚟啦！一行入嚟嘅感覺咧，的而且確係有日本嗰個 feel 嘅。但是如果你是说个铺面的大细的问题呢，日本的而且确是大好多好多。
除开士多啤梨，仲有西瓜。喂 ，mini 版有几大粒啊？就系咁啦，一个手掌嘅 size。喂喂喂，老板，你好咯喎，又买？中意食和牛嘅朋友咧，呢一度都几多种类可以选择噶。足以搞定啦，每卖上200 ringgit 有耶稣。今一集就到此为止啦，记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我个 YouTube channel 啦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